现在呢，有一个任务要麻烦两位去完成。嗯，那就是要麻烦两位到日本的宫城县这个地方去发掘他们当地的温泉和雪的魅力。宫城县，对，宫城县的名字温泉这个地方，民族温泉是什么时候？现在马上。现在马上，对，没错，就是现在。